爸爸说再问一次，手机比较可爱还是爸爸比较可爱？手机。好了，坐正了。好，坐正了，我去下面报告。你先去，各位先换装束了。来，拿杆。好，有一有。他说什么？手机。燃烧身体脂肪，你是问你？手机跟你还是手机跟爸爸？手机跟爸爸。是手机跟你啦。嗯。再去试，再试。你的体重是标准。再问一次，是手机比较可爱还是我比较可爱？你要比我这样。不是爸爸啦，你要说我。还是小孩子，还是小孩子。好，我去了。小孩子要进去啊。OK。你要快点，你要好。爸爸又在问，手机比较可爱还是他比较可爱？手机吧，手机。好，公布答案了，一路顺风。他说手机。手机跟小孩子，手机比较可爱。对啊。问爸爸比较可爱，还是手机比较可爱？那问过了。那边呢？那个呢？哦。妹妹。怎样？去。呀。是因为那个什么，那个啊，今天晚上，今天真的。妈妈，等下是我要问小孩子。妈妈和我和姐姐，你比较喜欢谁？妈妈和姐姐喜欢两个人。不能说两个人，只选一个。那些人家的事情呢？妈妈 ，yes， 好，来下一题。抱枕和姐姐，你比较喜欢谁？姐姐。好，恭喜过关。你干嘛？你又偷拿我的小盒子啊！我要气死哦。你给我用狗狗狗狗狗唱鬼叫的，哦，好酷哦，厉害！拍张照，突然我就犯人，少女，拍张照，还是来了，给警察。爸爸问你比较喜欢电脑还是他？他是谁？爸爸。我当然喜欢电脑啊！你去问天，你去跟他说电脑，好好好。他说手机。哎、欸，妹妹，这个要不要出？你问阿妈，去问阿妈。哪里？去问阿妈，快！这什么？一样的问题。你香蕉比较可爱，还是爸爸比较可爱？香蕉比较可爱，还是爸爸比较多可爱？多可爱！一定要选一个。只能选一个。他爸爸可爱，香蕉不可爱。对了。那还有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哦？我没有问题。等。好，
喜欢你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？晚上就结束。我们录你，不是录我吧？爸爸。嗨。个破罗汉。我，你比较喜欢谁？当然是你啦。再来。个破罗汉姐姐，你比较喜欢谁？我们记得姐姐图像。当然是姐姐啦。OK， 那就访问完了，谢谢，快走喽。好。他说谁？他说我和你。我再问了一个哥本和你，我和你都过上。那还有什么问题？嗯，那小石虎和哥普他比较喜欢谁？他已经问起哥普。哎，对。第七五零和 GoPro 他比较喜欢，好耶！哎，第七八零和 GoPro 他比较喜欢谁？第七八零更强，五零更强。第七八零跟 GoPro 他比较喜欢哪一台？爸爸，我问你，第七哎，我没有在问这个了。我问你，第七八零和 GoPro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八零，你觉得？我比较喜欢尼康 D 六二代。没有，只能选那两个啦。那台更好，那台比第七八零更好。不能，只能选这两个，不然第七九零。第八八零快出了，那一台要十几万，太贵了。你看我双眼皮不见了。第七八零啦，快点啦！什么东西？我没有办法对焦。第七八零啦。第七八零，我比较喜欢。OK， 好，就知道。第七八零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和第七八零，他比较喜欢谁？我和第七八零，哈，是我，是我，我先问我，再问你。好，嘿，他一定会说我们啊。我。你比较可爱，没有。你没有比较可爱，为什么对我生气？那再来。好。那个你说的什么？那个什么？你控制掉。对，你控制。对第二代，那个和我，你比较喜欢谁？我喜欢你。你在我心里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掏心掏肺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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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你和姐姐，你比较喜欢谁？我比较喜欢姐姐。好，这我都知道。都是我们。嗯，妈妈和你，她比较喜欢谁？要问人的啦。嗯，那就拍到流星和生日被庆祝，她比较喜欢哪一件事情？好。应该比较喜欢拍到流星吧，拍到十颗流星同时飞过去，看生日被庆祝，他比较喜欢哪件事？我知道。爸爸，牙刷。哎。爸爸，你先问阿妈，一起问好了。我比较帅。没有。拍到流星哦，我只我跟他我没有比较帅。拍到流星干什么？你拍到十颗流星同时比较帅啦。啊，有一个无聊啊。嗯，那个你拍，拍到十颗流星飞同时飞过去。打灯的快点，来来打灯的，好来。灯的啦，好快点。不用，这够亮一点啊。来来，请问有十颗流星同时飞过去，是你拍到了？你那个拍到十颗流星同时飞过去，和
和那个庆祝生日 party，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比较喜欢在生日 party 上拍到十颗流星飞过。不能这样，只能选一个。我回答。我比较喜欢十颗流星飞过去的时候。那爸爸嘞？还没啊，我还没讲完呢。十颗流星飞过去的时候，把生日 party 的蛋糕给砸好了。哎，不能同时剪，快点！这个谁？这个谁叫你发问的问题？姐姐，生日 party 和那个拍到十颗流星同时飞过去。你问姐姐，你觉得钢琴？什么？那什么？十颗流星。姐姐，过来这边。他比较喜欢开到十颗流星，答对了。再来，还有什么任务？还有什么任务啊？我刚才也在想，我在想，妈妈和D780他比较喜欢谁？哦。哎，应该是你控 D 六代 D 六，你控六和妈妈，她比较喜欢谁？好，你控六。问你们，十颗流星，你没有。你控六和妈妈，你比较喜欢谁？等一下，你控第六是二代。好，你控第六二代，和妈妈。六，好像五万。听我讲话。你控六二代。爸爸。没有啦，你控六和二代和。你控六二代和妈妈，你比较喜欢谁？我要回答了。噔噔，我跟妈妈你喜欢谁？哎，快，哎，拍我！你，再次，来了，妹妹，我开始先走一下，你不用再跑了。妹妹，还没有回答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在这边约。选啥？他选妈妈。本来是这个，你的妈妈就在旁边呢、啊。下一个，一次增加10公斤，和吃到非常味道非常掉，来体重增加10公斤，和那个喝到超级味道超级怪的红茶，他比较讨厌哪件事？是。体重怎样？体重增加10公斤，还有喝到味道很怪的红茶，他比较讨厌哪件事 ？OK， 我知道了。姐姐问你，那个什么，体重增加10公斤和那个什么，和喝到一种味道很怪的红茶，你比较讨厌哪一种事情？姐姐问你，体重增加十公斤。好。过来，体重增加10公斤，然后呢？哎，再来，我突然想到，是头发烂掉和变光头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这还不是一样？那头发长出来和。吃到非常美味的大餐，他比较喜欢哪一个？他一定比较喜欢头发长出来。没关系，你去问。不要 ，no， 他刚才说要不要问我头发长出来。真的？对，我们要头发长出来，还变光头，还没有头发。好，我去喽。来，陆影传阵。陆影传阵。那个。
头发长出来，可是却很烂，和没有头发，你比较喜欢哪一种？头发长出来，很烂呢、欸。很烂，没关系。好，就算他是妹妹还没讲完，我讲完了。就算他是卷发的，我也不会介意啦。姐姐过来。你有刚才有没有听到？他一定是那个头发长出来很烂，他是头发长出来很烂。你帮我举手，我上去哦。OK， 来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不知道，没有了吗？是爸爸电话有问题哦。嗯，那睡觉的时候他最讨厌哪件事？不行啊，我们要一转转二转转啊，不要来问他这种。等一下呢，你要站在这边等我上来，那我就在那边呢就可以讲。爸爸，那个你要敬他对我专业一点。我怎么感觉不开这边？那个，在睡觉的时候，你最讨厌什么事情？在睡觉的时候最讨厌妈妈打呼。你当个名字。OK， 怎样？他最讨厌妈妈打呼。我会把你吓跑。再来，那睡觉最喜欢哪件事？睡觉最喜欢哪件事？爸爸，那个，爸爸，嗨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最喜欢哪一件事？不要动。你睡觉最喜欢哪一件事？跟那个煮饭阿伯一样。你要说我听不懂。看到旁边睡着的美女。他说看到旁边睡着的美女。请问他剪片最喜欢遇到什么事？立刻帮我剪。有人帮我代替，你们帮我举手。剪片时最喜欢遇到什么事？好，爸爸，爸爸，爸。嗨。剪片时你最喜欢遇到什么事情？剪片时最喜欢遇到什么事情呢、啊？对啊，喜欢遇到什么？还是要说？你要等着给我选啊。嗯。剪片时最喜欢看到里面可爱的小妹妹。等一下啦，你好二水了。还会害羞、喔？没有。啊，有啦。姐姐过来，有问题。爸爸说他要二选一。嗯。好。一。突然发现。这部片已经被快速剪完。二，只差最后一个步骤。好，剪片时你最喜欢遇到什么事情？一是发现它可以快速帮你剪完。二，只剩最后一个步骤。二，好好好，好，你听懂了吗？嗯，听到了。好。哦，没有，姐姐已经听到你刚才那声，已经被他吵醒了。那接下来是你剪片时最讨厌遇到什么事？一，电脑卡 bug， 电脑卡住，对，电脑宕机。好，第二个是脑筋秀的。第二个什么？电脑有病毒。爸爸，姐姐说，姐姐说，剪片时最讨厌什么事情？一，电脑大机；二，电脑有病毒。等一下，那个风车过了，不清楚，再次。好。姐姐说最讨厌什么事情？那个一，电脑宕机；二，电脑有病毒。电脑有病毒不行呢，最讨厌是二。二是电脑有病毒。对，最讨厌。爸爸电脑不会有病毒。电脑有病毒，他最讨厌这个。
为什么笑起来？那就问他，上班时最讨厌遇到什么事？一，塞车。二，不知道想上厕所。好，什么什么什么想上厕所？不知道想上厕所，不行啊。怎么不行？都对，就想上厕所啊。等一下，不行。最讨厌的、啊，不行啦、啊。不行啦、啊。一塞车，二没。一塞车，二车子突然故障。OK。三。来，那个去那个什么，上没有上班时最讨厌什么事情？是一是塞车，二车子故障。当然是车子故障最讨厌故障啊！我知道。还好每天都塞啊，塞车是每天塞的。他说车子故障，他最讨厌车子故障。来，帮我拿下，帮我拿下。上班时最讨厌什么事情？上班时最讨厌什么事情？在公司，在公司最讨厌什么事情？那个一，我们去这边聊。来，就是那上班时。上班不要看。哦。就是呢。我们要回去了。等一下。不要，他跟我写完了。他哪里有写完？写完了，他今天跟我讲写完了。对啊，对。是写完一样还是重写？全部写完。好，来来来，没事。你要去问姐姐了。好。在室内里上班时，你最讨厌什么事？没有二选一了。下雨。好。等一下，在室内上班呢？听老师上班呢、啊？五点滴水。好，我知道。你二选一，你要跟我讲哪两个？妹妹。没有二选一哦。妹妹，你去问一下姐姐，要现在回家还是写完功课再回家？姐姐，他说那个很好笑，他说五点滴水，你要现在回家还是？他问你，你写完功课了没？写完了。像几样？没零样。好，知道。姐姐，他说，你要回绕着我转。他说，他说什么？你不是都写完了吗？他剩零样功课。有没有每周一晚？没有，今天没有。头晕了，头晕了，头晕了。零样 ，OK。要问什么问题呢？电脑可以不用滑鼠就可以用了。对啊。要什么嘞？我想到了。他是爸爸的意思。如果我可以自由选工作，他想要选什么工作？你如果想要自由选工作，你想要选什么工作？他可能会选电脑工程吧。那我就说，要是你退出了这个工作，你会想要选什么工作呢？要是你被炒鱿鱼，你想选什么工作？被什么？炒鱿鱼。炒鱿鱼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你就说，他懂。被炒鱿鱼的时候，你想要什么工作？要是你被炒鱿鱼，你想要选什么工作？吃鱿鱼的工作。爸爸，鱿鱼的工作。要是你被，那镜头对着我。要是你专业点，做记者了，镜头对着我。要是你那个被炒鱿鱼的时候，你会想要做什么工作？是要加那个鱿鱼，要加芹菜，炒鱿鱼要加芹菜。要是你被炒鱿鱼了，你要镜头对着我。要是你被炒鱿鱼了，你要做什么工作？炒鱿鱼了，我要去做什么工作？在找新工作啊！在找新工作，那你要找什么新工作？就是一样 PCB 的要工程师啊！我要当 YouTuber。好。
姐姐来集合喽！说当 YouTuber， 开始不懂炒鱿鱼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就说将来要加胡椒盐。被炒鱿鱼说将来要加什么？再来，锅有1000块。和10000块和10000块，他想要选什么？1000块和10000块和10000块，他想1000块、10000块、10000块，就这样子一直增加哈，从1000块开始。Go， 爸爸，姐姐问你，爸爸，姐姐问你了一个问题。好，看我，姐姐问你了一个问题。给我放下对吧？有对你啊。姐姐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什么什么，我突然忘记了。爸爸的罚单。没有啦，那个什么，忘记了。你敢无带拢无去啊？有啊，有啊。那个什么，那是你。我要吃亏哦。姐姐说。忘记了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你讲哦，你讲哦，我忘记了。我现在讲了，我听了。讲。爸爸。这个姜姜皮啊，爸爸。等一下，爸爸，我在看我，你直接讲就可以。1000块。我知道了，1000块和10000块和10000块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10000。好，我知道了。10000，好。你等一下接手，你帮我接手，会接的很远哦。接手。哦，我的第四个技能，先四个，1、2、3、4，来。叫 GoPro 九和 GoPro 九和 GoPro 九，你比较喜欢？对啊。新的电视和新的电脑，他比较想要哪一个？他就说比较想电脑。问他一下好。呀，我不懂的时候。你一样一直在那个柱子那边哦，我不懂的时候我就会看看你一下，说用个打叉标示。你也可以来问我啊，我的答案都很好。爸爸。什么东西？新电脑和新电视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新电脑和新电视。我喜欢新电脑。去问姐姐，来，抓紧。没有，叫你问姐姐。问什么？小声点。你要现在回家还是5分钟后回家？他都不选5分钟后回家。他说新电脑。姐姐来，我问你问题。那就问你问题哦。来，你不要忘记等一下的问题。爸爸问你说，爸爸说，你想要现在回家还是5分钟后回家？现在回家。姐姐啦。姐姐之后回家。5分钟后回家啦。5点啦。5分啦。那就5小时后回家。好，我知道。不要。晚一点回家。好。姐姐说晚一点回家。晚一点是几点？哦。快要到4点了。好的，不能录了。对，没电了。拜拜。小猫咪没有跟妈妈拜拜。拜拜。小猫咪去下一个，快点。小猫咪要录影单。啊，姐姐。姐姐，快点下一个。来，换妹妹。妹妹，快点。来，你录影，来。来。啊，你不够，疯狗。哎，妹妹，还有我，哎，快点，妹妹，录影。
走了，加油！小心，小心。